我收到一位朋友的回应，他是 CWOOD4275， 他就提出一个观点，一个问题。他说，翔哥你好，我看了你的片看了都有一段日子啦，好认同你讲心因的问题，即是病的心因的问题。你说 all healing is self-healing，咁我好記得啦，你舉個例子啦，就係癌症啦、濕疹啦，同埋你自己嘅聽力啦，咁好同意噶。但係我好想去聽下你講下青光眼。印象之中咧，你好似未講過青光眼喎。我朋友有呢個病嚇，咁醫生咧話佢係慢性病啦，係眼壓偏高導致視網膜慢慢壞死。长远咧就会盲嘅咁吓，好佢好紧张啦吓，要去做手术啊咁样，咁啊嗱，嗰间系公家医院啦，我估计咧医生咧就唔会为咗赚佢钱咧吓，就夹硬逼佢做嘅，最多医生系想跑到数啫，嗱我哋估住先啦吓，朋友结果咧听话咧，几年前咧就系做咗一只眼，而家喺康复期啦，虽然眼压成功调低咗，但系佢嘅视力咧一路冇好到，反而多咗一个黑影嘅地带，换言之系差咗咯。所以佢暂时觉得宁愿慢性变盲啊，都唔想冒险做埋另外一只眼咯吓。咁就系赢咗眼压，输咗视力。我心里边一路谂住你嘅理论吓，佢究竟系唔系佢心灵上？有問題喺個心靈個層面，有啲人唔想睇咧，唔知你點睇咧嚇？好多謝呢位朋友思活提出嚟咯嚇，正正係咁，我係咁睇咯。首先我唔係醫生啊，你咪乜嘢眼乜嘢病咧嚇？我冇資格講，我更加唔適合講，因為咧唔想俾人又話我無牌行醫嚇，同埋咧我講咗呢啲咧係要負責任嘅喎嚇，我負唔起呢啲責任咯。好，咁咧就係。你话你个朋友而家呢个情况呢吓，我就咁睇啦，唔使问咯。任何嘅眼有事咧，一定系有嘢唔想睇嘅吓。我自己都系吓，咁太多嘢唔想睇啦。而家呢个世界，咁一定有一啲方法咧吓，用一般嘅医疗系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嘅，暂时解决咯。解决咗个问题。眼嘅问题系冇解决你生命嘅问题啊嘛，你个生命系想你表达，生命想死啊嘛，咁啊佢而家用只眼嚟表达俾你听，如果你搞好只眼咧吓，咁啊佢咪用癌症咯、肿瘤咯，佢咪用呢个猝死咯、高血压咯、抑郁咯嘅方法去表达啊嘛吓，咁我好相信，譬如我有朋友顺势疗法系帮咗佢嘅吓，系做到嘅。又唔排除咧，仲有其他嘅療法係可以做到嘅。我只係憑我自己咁多年，而家講50年嘅觀察，旁觀者嚇、你而家跟住主流呢啲去做咧，係冇好結果嘅。正如你講啦，做咗隻眼咧嚇、贏咗血壓好似搞掂咗，眼壓好似搞掂咗，但係冇好到個視力，將來係好大鑊嘅。我身邊真係有朋友一個兩個三個又係咁嘅樣，好似你咁樣講啊，做咗之後係冇好死喎，係越整越差喎，而且差得好痛苦喎，好凄慘喎，咁你問我意見，我就話你自己去決定去做唔做咯嚇，仲有其他嘅方法嘅嚇，唔好講我哋嗰啲能量嘅療法啦、手療啊嗰一隻啦嚇，講到尾都係點解我哋唔想睇嘢咧？我哋點樣樣克服自己個心裏邊嗰種想死嘅念頭咧？我哋又係講翻生命嘅意義咯。你個朋友嗱，我因為佢唔係我嘅案主啊，我哋係大家喺外邊靠股冇乜意思嘅嚇。佢生命有咩價值咧？佢點樣睇自己存在於人間嘅角色咧？問題喺嗰度啊嘛嚇，即係個個案主都係，你個朋友都唔例外。佢只要揾到自己嘅角色，
重燃生命嗰種興奮嘅感覺，嘣嘣嘣嘣嘣嘣去做咧，隻眼自然就好翻。就個身體自己會搞翻掂，個身體係要用各式各樣嘅方法，譬如撐光眼去表達抗議，去表達無奈，去求救啫嘛。好啦，我又係講翻嗰啲咯嚇。咁多謝阿思活又提出嚟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相信你有緣分聽到呢段話咧嚇，一定係你需要聽嘅。你嘅生命裏邊。去咗一個位咧嚇，要變心啦，個心要轉咗，個心轉咗，個病就唔使醫啦。好啊，咁就長哥講住咁多先嚇。有剩嗰啲咧，大家嘅做法啦，傳俾人嚟睇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價值，拜拜。